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八法刀实战课程教习，我是今天的主讲李亚俊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或者想与我联系，请登录功夫者官方网站或 APP 与我私信，谢谢大家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吧。大家好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来学习八法刀实战。首先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法刀的来历和传承。八法刀呢，据传是明朝驻守南疆啊，也就是现在的我们云南啊、缅甸啊、泰国啊啊这些地方，驻守南疆的明朝的边境啊所用的这个刀术啊。然后呢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呢，它融合了这个傣族啊、缅甸啊，还有这个太刀啊，然后这个景颇刀啊，这些少数民族的啊这个刀法融合在里面。之所以称为八法呢，啊，它主要是有八个法门啊，撩、劈、刺、抹啊。缠、拦、脚，还有个霸啊，霸呢就是这个手刀霸的霸啊，就是这个，总共有这八个法门啊。前四个法门呢，主要是练力，或者是说我们说练劲啊，是比较刚猛的练法啊。而后四个法门呢，主要是练身法啊，看着比较柔啊，所以说后世也有人说呢，这个八法刀呢，具备阴阳啊，它有阴有阳啊，是很好的一个一套刀法。这一套刀法呢，以实战为主，相当朴实啊，几乎没有套路啊，没有套路。它直接就战场上那种直来直去的那种啊东西，没有什么套路啊，一招一式很简洁啊，很实用。当然呢，因为它是明朝军队用的呢，它本身啊，它也具备强身健体的效果啊。比较明显的呢，就是它的起手式啊，就是这个刀架啊，这个它是可以用来站桩的啊。然后其他的它的这个缠法啊，或者是说是劈法啊，这些动作啊，这些撩法啊，这些都可以用来这个强身健体啊，效果特别好。好，这个是八法刀的来历和简介啊。那八法刀呢，我们在这里呢，还要再说一下啊，它的这个练习当中啊，它有比较特殊的这个练法啊，比如说比较特殊的练法呢，它是一定强调首先是要用重刀啊，用重刀来入门啊，然后呢以缠刀来练法啊，练法就是我们说的身法步法啊，这些东西，也就是说是以缠刀练力啊，以这个以重刀啊，以重刀练力啊，以缠刀来练柔啊，把你的这个力量啊，把它归集起来啊，形成规矩啊，就是这个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说的啊，他的这个第一个练习的时候需要配置的东西，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得准备两把刀啊，一把呢就是重刀啊，一把呢就是这个缠刀啊，就是这个。好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一定要练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带鞘啊，因为这个刀技啊，它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我们练武术啊，练这些不同啊。你武术你打到这个最多就是淤青啊，实在不行可能骨头上受点伤，但这个刀说实话啊，这个你真正作用在你的身上啊，那个东西不仅仅是这个骨头啊这些，尤其是练重刀的时候啊。不仅仅是骨头皮啊，这些砍的都很深的啊，有些时候你想着就蹭到一下，整个肉一下就拉了一票啊。大家不要想着这个没有开封的刀就没问题啊，实际上不是的，实际上不是。还有呢，就是我在这里再强调一点啊，就是练习呢，一定要按照我的课程上面要求的来啊。比如说我会强调大家一定要慢练啊，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慢练。然后一定不能求快啊！为什么？重刀啊，重刀啊！像这把呢是我自己打的啊，这个很重啊，差不多有4公斤啊。这个刀呢它很重，你看，比如说我们要捂一下，
舞一个刀花啊，舞一个刀花。如果你舞得快了啊，大家不要想着这个它才四公斤，但是你加上这个惯性啊，它这个力量就很大了，很容易把这个手腕手肘这些就挫伤了啊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关键的啊，大家一定要小心啊。就一开始练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跟着我的课程啊，跟着我的课程慢慢来啊。我的注意事项大家一定要看啊，这个是第三点啊，要强调学习这个刀法要强调。好，第四点呢，就是我们要说的啊，现在的这个也不可能说是背着一把刀啊，然后就出去了。现在是法治社会啊，这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我也咨询了这个一些相关的律师啊，一些法律的朋友啊，搞法律的朋友，然后呢就咨询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理出一套啊，就是比较适合现代的，比如说我们推荐就是让大家带那种长把伞啊，长长的伞，然后带一个弯钩的那种啊，那种长把伞，用这个来代替刀具啊，那个效果很好。因为它这个东西呢，几乎很难构成说是你有意识的，用这个东西来伤人，就故意伤人啊。用这个长把伞呢，它很难，在这个司法上定位这个东西一定是凶器啊，这个东西是可以模糊的。第二个呢，就长把伞呢，它整个的它的这一块啊，它有这个布这个东西，也不容易造成重伤啊。但是呢，你用的巧妙呢，很方便制敌啊，可以制敌。也就是说是起码不会告出，用这个长把伞的这一套，我们总结出来这套方法，你很难造成重伤啊。也就是说是，比如说判刑事啊，是不太可能的啊。这个呢是。我们在想着如何推广刀法的时候啊，然后参考现代社会法治的这些问题，然后为大家提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法。在这里呢多说一点，就说现代社会呢虽然是法治社会，但是一样会存在很多过激的行为啊，很多很多啊。所以说我希望呢，就是说是大家不要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自己躺在医院里，然后等着这个法律啊，等着这些律师，等着这个警察啊，来给你要钱啊，来赔偿你啊。说实话啊，我希望大家是给钱的那个啊，因为有些东西不是金钱啊能够赔偿的。好啊，这个呢就是我要说的四点啊，四点声明。还有一点呢，最后说一点呢，就是大家一定要。一定要跟着我的这个节奏，我的注意事项啊，这些一定来练习啊，这个就是今天第一节课啊，我要给大家做的一个声明，然后也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八法刀的来历。好，我们下一节课正式开始学习八法刀，谢谢。